No, it's fine.失去平衡，失去平衡。还好吗？有没有弄到？没有啊，就是，哎咻，就是往右压，压太低。还会压太低？嘿啊！然后就顺着这样用摩擦的，半身。
脚就这，还是没到。右边走的。来了。应该吧。坐最后一次，还有一大堆人塞车的。需要的力气，现在你也要用不用的？对啊，对啊，我懂你意思。你这个时候说重心前倾，我后来这两趟都有用，我觉得有啊。没有，你没有。我有啦 ，I tried。没有没有，你有事，但就是你自己觉得有，但是旁边如果帮你拍影片，那拍出来肯定是没有的。就是长得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差不多的，就是你好像以为有前倾，但是其实只是蹲得更低而已。就是你如果把蹲马步的姿势当成头顶画到脚底一条直线的话，标准的姿势是垂直或者是朝前的。那我们先不要求朝前，因为朝前是很正确，但是很让人心里恐惧。我们就只要求垂直好了。我没有垂直。大部分的人头顶到脚底那条线是朝后的。我们 ski 就是身体朝后啊，雪板的话就是后脚缩短，前脚拉直。一定是这样。你说这样，就是躲三下，对不对？离三下躲得远远的。没有，因为那个 pose 的话是要让你滑行出一条轨迹的。你那个雪板有一个钢边的，完全用钢。你那个雪板是有设计出一个弧度的，你一定是有办法画一条的。是啊。但是你做那个 pose 却是。有点像是往下踩，斜斜往下踩，对，对啊，所以我才说你其实只是要练说用那个姿势，然后尽量是用滑行的，这样滑过去一道，不用连续也没关系，对，不用连续，因为连续很难，还不会的时候是无法体会的，一路向下踩好就对了，以 ski 的角度来讲，我们会说，右转的话要踩左脚。啊，那说法就是说，信任你的左脚，坚持住，踩住那只脚，然后右脚还可以抬起来。对。那如果以 snowboard 的讲法的话，就是它也是要用左边的钢边哦。右转的时候。让我想一下。没有，右转是右。那没花要先。它要先练的是左转。我们是用左脚。右转，右转。右转比较好，我是右转一直不行。右脚要转过去就不行，我们用左脚的内侧的钢边。赖梅花是习惯身体朝山下，然后他刹车的时候是左右钢边。对啊，是左转。你要第一个练的是左转。左转。左转，对啊。你左转是我这样，然后左转。你的左肩朝前，朝你的身后转。对。
对啊，你的面还是朝山下，理论上你擅长的是左转，对对，然后但是你的左转是刹车式左转，不是轨道式左转，他也会画出一条线，对不对？如果他用的，如果他 pose 对，而且是照那样子做的话，会画出一道线，而且会用掉四分之一条雪道。但是戴美华现在的滑法只会用到十分之一条雪道，就是连续的。哦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可是我没有要拉那么大的S 呀。不是，其实不是要你去学大的 S， 其实是要。你说那个就是画，其实是画那一道，画那一道是让你体会出那个重心非常的可靠，让你体会说杀到底会头其实朝那么前，你都其实很安全的话，你就可以放心的利用身体的重量去压钢边，然后那个时候你的大腿就会比较不酸了。那大腿一直是还好，因为我在做深蹲，我觉得我现在最比较困难的是我要左转，因为我左转的时候其实是身体其实是就会面朝山边，那我看不到后面嘛，后面是我要去的方向，所以我会紧张，所以我是左转的那一个会比较就是比较困难。我如果右转的话，我身体是要往我去的方向。其实你不大做右转嘞、欸。啊？其实你很少做右转。有，我一定要左右才会下来啊。你是假右转、啊，你是假右转，不是。你有一个地方偷 switch， 然后又恢复成那个。但是我 kicking 那时候就是这个就是 kicking 啊，就是我用左脚往前踢啊。我知道我这个错误，这个教练有纠正过，但是我改不过来，因为其实你是要顺顺转，而不是把右左脚踢出去。试试看，慢慢试。没有。这个平的我还可以，但是我真的完全就踢不动，然后就整个就倒了，所以是这样。要踢嘛，一定要踢的，不是重心。不是一定要踢，是我的习惯性动作就会用踢的。因为你从最一开始，你都是用刹车式一直就滑下去啦。我大概懂你意思了啦、但是其实 snowboard 的话，它其实是要追求那个 S 的顺。但是你们对啊，我教的就是 S 的顺呢、啊。是用 sneaky 的方式跟我讲左右脚，可是其实我们 snowboard 有时候你要，因为我们的方向跟你们是不一样的，你们一直是往前，那所以说我其实我比如说左转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我的面是从山，然后到山下是我要去的方向，所以我会比较顺，因为我会没有比较有安全感。但是当我要右转的时候，是我的面是要从山。就是我的面会转回山上的那一次的话，我就会卡住，然后我就会脚就会不自觉要想要甩，就用身体甩或用脚甩，然后就是这样转过去，然后你就会觉得也是基本上自己自行。基本上教用钢边滑行跟 Carvin 跟不准甩腰那些都是同一件事。对，然后问题是在于怎么做到，因为我讲出来讲的一副可以做到，但实际上我根本是学 ski 也做不到。也不是说做不到，就理论上。所以就是有很多练习的方法。对。对，那我觉得你讲的也是其中一个，就是你在过程中要练习的东西。那只是说那个是在中间滑的东西，滑中间你比如说 S 有没有？你不是那个 turn， 你是中间那个。我告诉你的是说，你一次只练半个 S， 你要一直体会它停下来的，然后你身体才会记住说，它其实停得下来很安全，你就不会去。这个我会，因为这个我已经练过 N 次了，所以那你做做看，你做做看，你做大 S， 你做大 S， 我在后面跟，我看你做得出来做不出来。但是啊！滑平的啊！什么？滑平的。好啊，好啊。滑平的哦。哎，准备。好，滑平的。滑平的，看到。走都做不到。走这边，走这边，这边啊。这边比较缓，这边比较缓。你滑大 S 看看。这是 S 吗？没有，你没有做过真正的 S。你那个是这样哎，这样。你是你看起来是这样，可是你看我轨迹就是这样子啊。没有，那是假 S， 那是立字型，真的。
我就跟在你后面，你回去看好了。然后，我再跟一个真正会滑的。跟踪别人哦，不要啦，危险。不会啊，我现在的控制度是可以的。不要那么有自信，稍微放松一点。嗯。这边的我们都很熟啦，上半部很缓，后半部，中后半部比较陡一点。然后我预测你大概比较陡那一边，你就会开始用刷刷的。刚刚最后就开始是摩擦式的 S， 摩擦式的 S， 什么？摩擦式的。摩擦式。对对对，不然的话你，这一段应该你觉得很平，对不对？都可以。啊？这应该可以。应该可以，那你注意用耳朵听，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会有唰的声音，什么时候？一开始你是没声音的，对，一开始是没声音的。滑到没有声音。对对对，不管前面是乱或者是平，都会没有声音。好，那我懂你意思。是，刚转弯的瞬间，这一个瞬间，现在这个瞬间就是摩擦，这个瞬间也是摩擦，这都不是 S， 就是每一次转弯都是唰一声。对，所以这个不是 S。就是，如果你要 S 的话，那么小也是可以。直板往下，先不要求它。它横向的时候，我们正常应该是这样子去，但是它是这样子去。那你一边在往。对对对，一边侧滑。很啊？啊？我没有玩那么狠啊。不是嘛？你想进步的话，只能从那里教起啊。对啊。不要一边滑一边在下降就对了。对啊对啊，那。还有要直的向下啊！啊，我觉得它没有直的向下。要能直的向下，要先学会那个勾那一个弯，因为直的向下会吓死人，那会很想停下来。那雪板的话，就会哇，好可怕，不不，马上就唰这一下。对啊。所以现在是怎样？啊？现在要做什么？
没事啊，你也可以，所以你高兴滑也可以，你也可以说要练习也可以啊。只要坐一下就好，只要坐一下，你看我好了。你等一下啊，你等一下要出发的时候，你先直板，然后你试着往右转好了。那直板往右转的时候呢？有点陡啊，真的不行，要下去哦。那去到棒棒那边，等等，下面直接往左边冲，那边很松。坡度跟松雪大概可以做两下吧，这个坡度跟松雪大概可以做两个弯吧，大概两个弯吧。你要前进的时候，你是左脚前进嘛？左脚前进的话，板子会直直的嘛。接着，你现在你要练的是你的脚尖那个钢鞭嘛。然后你这样子下去的话，可能会冲很远哦。你要忍住，你要用那个钢鞭，看能不能画出一条轨道。那你先看我这样哦。好。如果是轨道的话，大概路径会到这么高，不会下降哦。如果是用钢鞭的话，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，用轨道，用轨道，这才是钢鞭滑行。对，这样子才是钢鞭滑行。然后另外一边是用脚跟的，就是。出发以后朝那边，那现在那边都没有人啊。你直板朝左的话，那就是用脚跟钢鞭，然后身体尽量朝山下，然后因为它会慢下来，所以没什么可怕的。你就想着不要滑走，滑走了，滑走了，最后它就会停下来了。对啊，然后接下来才是转弯，就是你在这么慢的时候，你刚刚已经慢到你想坐下来了。其实那个时候你就想成下一个出发，这么慢已经很安心了，你就用左脚出发，然后又用脚尖钢鞭，然后又滑很远，超远。然后你嫌太慢的话，你就换下一个钢鞭再转。对啊，这是摩擦。但是这个很平啊，要在抖的时候还能做得到啊。抖的时候只能用，抖的时候就用刚刚那种练习，强迫自己习惯那个速度，让自己信任自己的钢鞭，就是它一定勾得住，然后你就可以滑越来越陡了。对啊，大概只是这样而已。好了，下
自己也可以前进啊。你啊，太累吗？这样会很累吗？你？看哦，看哦。等一下，几点？好，三十分。啊，不知道，好了，这一趟最后一趟。这个洞越来越细，越来越低了，陷害大家。你要小心啊！会啊，他会陷下去啊！他强迫你前进啊！有一堆人，很多人。好，收工，最后一趟。哎，你有看我顺顺的躺下吗？还是你不知道？我有看到你摔。哦。我回去再看 GoPro， 看我那时候的 pose 是怎么回事。我就弄一弄，我就觉得，好像歪了，好吧，躺下吧。那不是跟那个被吓到的山羊有点像吗？